因为它是厚棒，然后又有口袋的关系，所以在搭配起来会觉得更加有质感。有16支金梳棉，有14种颜色 ，S、M、L 跟 XL， 你怎么搭其实都非常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ate 王玉祥，我身上穿的这件职人风口袋 T， 有16支金梳棉，我会搭配不同的造型，那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哦。外出或是工作的时候啊，最喜欢穿白色素 T 搭配牛仔裤，但是又会觉得太素的话呢，我们这件职人风口袋 T， 因为它是厚棒，然后又有口袋的关系，所以在搭配起来会觉得更加有质感。天气比较热，可以搭一件像这样的衬衫，像是韩国欧巴的感觉，领口的车法比较不一样，不会咬皮肤，那弹性也非常好，不管怎么搭其实都非常好看。总共有14种颜色 S、M、L 跟 XL， 然后我穿的尺寸是 L， 用国际专业染剂去做调色的，所以你在水洗的时候呢，它比较不容易跟其他衣服去做染色，那也不会脱针，不会变形哦。搭配一件西装裤，那穿起来会有一种雅痞的风格。那像这一套呢，就是我平常外出最容易穿到的蓝色的这个 T 恤，再加我们深色的牛仔裤，黑色的 T 恤啊，你可以搭像这样的缩口卡其裤，也是非常适合。一件价格是299，两件520，赶快去抢购。